欸，我昨天发现突袭完全没有讲，欸，代表突袭是新装备。所以接下来影片我可能会把突袭都讲一顿那这边就不拖你们时间，我直接讲重点了。等一下我们就要直接结束了哈。所以他其实有出了突袭大的新装备。那重点的话，就是突袭者手套啦。好，过来给大家秀一下吧。可以啊。哎，为什么工会创起来，然后就卡在这个人数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三 Q 为什么来，然后又退掉？水哦，终于升等了。你觉得这个要升吗？我是很省资源的人呐、啊，基本上。诶，那现在美女的天赋也出来了耶！2月23，5:43。啊，最新的战略在这边是一间银行啊，虾米鬼？更加物质了，不要脸搞笑，